秋七月壬寅朔，江苏崇明、太仓等州县海邑。甘肃布政使。PG 389。王廷赞以茂政服萧，耻职逮至。丙午，以奎陵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明亮为乌鲁木齐都统。己酉，河南万景滩及宜丰区家楼。何爵。庚申，暹罗国长镇招遣使机表贡方物。辛酉，命阿贵月是河南、山东河公。乙丑，南长国王帝赵翁贡方物。庚午，王旦望处斩，赐勒耳颈自尽。王廷赞论剿，免江苏崇明县本年额。府镇江苏崇明等九州县，河南宜丰县水灾。八月甲戌，镇甘肃陇西等四县水灾，免泾县等七县额征办。府己卯，袁守栋等作察兼粮师时，下部严议。壬午，调福康安为四川总督，以富刚为云贵总督，杨奎属福建巡抚。亦有镇湖北潜江等四州县水灾。丙戌，上信木兰行为为家庄决口。合龙九月戊申，王廷赞触角。丁卯，镇山东金乡水灾。冬十月丙子，镇江苏铜山等县水灾。丁丑，镇山东邹平等二十九州县，济宁等三位，永富等三场水灾。已有镇直隶沧州等四州县，盐镇等四场水灾。戊子，镇河南降伏十三县水灾。庚寅，镇湖北江夏等十七州县水旱灾。癸巳，镇安徽灵璧等二十四州县为水旱灾。丁酉，上以御史刘天成奏谕曰：均田之法，势必致贫者为富，富者先贫。我君臣为重简上朴之愧之惧，使四民择孝而已。罢陕西贡皮。十一月庚子，工部尚书周元礼予告，以罗元汉代之。以刘雍为左都御史，仍暂管湖南巡抚。丙午，以李世杰为湖南巡抚。戊辰，以镇大靖为直隶总督。十二月己巳朔，调姚成烈为湖北巡抚，以朱春为广西巡抚。丁丑，以雅德为广东巡抚，谭尚忠为山西巡抚。戊子，大学士等一搏击黄请赴黄河故道，尚委之。庚寅，毕元以御史前锋和将三品顶戴留任。辛卯，调农启为山西巡抚，谭尚忠为安徽巡抚。PG 390。四十七年春正月庚子，陈辉祖、闽鄂元将三品顶戴留任。乙卯，见圣经文素格。丙寅，四库全书成。二月己巳，上谕文渊阁，赐四库全书总裁等官宴，赏赖有差。丁亥，命甘青门侍卫阿弥达致祭河神。三月庚子，上信盘山人迎，上铸壁盘山。癸丑，调雅德为福建巡抚，以上安为广东巡抚。甲寅，上海京师。乙卯，免甘肃积年拨赋粮二百四十五万石，银三十万两各有其。戊午，免江苏常熟等二十八州县为水灾而赋。
癸亥、免直隶、天津等。39州县水灾而复。夏四月戊辰，命和珅、刘墉同御史前锋查办山东亏空、戊、寅、免山东寿光等五县水灾而复。己卯，山东巡抚国太尺直逮问，以明星代之。辛巳，上月火器迎宾。甲申，免山西永济县水灾而复。丁亥，上月建瑞迎宾。壬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蔡兴起驾允之，以刘墉署吏部尚书。甲午，罗元汉罢，以刘墉为工部尚书，王杰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庆贵为盛京将军。五月丁酉，召阿贵来京，命韩衡、傅乐浑筹办和宫。己亥，镇山东曹州、兖州、济宁等福州、江苏徐州、丰、沛等县水灾。辛丑，免河南降伏等六县水灾而复。定兴建巴尔嘎逊城，名曰嘉德。戊申，上姓木兰。庚戌，免安徽怀宁等18州县，安庆等五位水灾而复。甲寅，上驻避避暑山庄。六月丙子，国太于意简论斩，以复工为安徽巡抚。秋七月丙申朔，命阿贵人督办和宫。戊戌，所诺目测灵论斩。癸卯，国太于意简赐自尽。甲辰，以李世尧、国太所办共务过忧，皆至罪利，欲各督府等为当节亲自使，无专以进献为能。几位以何玉成属河东河道总督。癸亥，免甘肃陇西等四县46年水灾而复。八月丁卯，以福康安为御前大臣。癸酉，以宗室永伟为吉。PG391。林将军，宗室恒秀为黑龙江将军。甲戌，加英莲、姬黄、和珅、李世尧、福康安太子太保、梁国志、镇大靖太子少傅、萨载太子少保、壬午，镇江苏沛县等州县、山东邹、益二县被水灾民。癸未，上姓木兰行为已有赐所诺目测灵自尽。壬辰，镇山东兖州等福县被水灾民。九月丙申，建浙江文澜阁。壬寅，上回驻避暑山庄。癸卯，刑部尚书德福促以喀宁阿代之，命英莲暂管刑部。乙巳，调宗室永伟为盛京将军，庆贵为吉林将军。辛亥，陈辉主持直逮问，调傅乐浑为闽浙总督，扶长安署之。调李世杰为河南巡抚，以查理为湖南巡抚。几位镇浙江玉环等处海役灾民。辛酉，免奉天承德等五县水灾而复。冬十月癸酉，新建库尔喀喇乌苏城，名曰庆绥，今河城名曰安富。丁卯，镇河南汝阳等16县水灾。甲申，直隶总督镇大靖促以元首动署之，以扶松为浙江巡抚。镇安徽寿州等16州县为水旱灾。12月癸亥朔，陈辉祖籍国栋等论斩。甲申，长清迁杭州。
将军，以乌尔图纳逊为察哈尔都统。48年春正月甲午，以伊辛阿为湖南巡抚。戊申，以萨载为两江总督，毕沅为陕西巡抚，刘秉田为云南巡抚。二月甲子，赐陈辉卒自尽，王遂处斩。乙丑，以玉琦为漕运总督。丙寅，以拉旺多尔济为御前大臣。戊辰，命建辟雍于太学。辛未，上议西陵，免经过地方而复十分之三。乙亥，上议泰陵、泰东陵。戊子，赐名辽东经略熊廷弼五世孙嗣先为儒学训导。三月辛丑，与大学士阿贵等议叙，礼部侍郎钱载等原品修制，与总督袁守栋等、巡抚农启等议叙，召朱春来京，以刘冠为广西巡抚。贾英免江苏铜山等19州县、淮安等3位水旱。 PG 392。灾俄赋下四月乙丑，御前大臣喀喇沁郡王札拉封阿促以拉旺多尔济为御前大臣。乙亥，上月火器迎宾。辛巳，召福康安来京。五月壬辰，以福康安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与李奉翰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甲辰，以朱春为左都御史。丙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贵促免安徽寿州等11州县上年水灾俄赋。丁未，直隶总督袁守栋促以刘冠代之，以孙士义为广西巡抚。武弥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己酉，上有疾，命永荣代四方泽。癸丑，上姓木兰。庚申，上驻避避暑山庄。六月乙丑，体人革火。乙酉，免山东永富等5场上年水灾俄赋。丁亥，镇湖北、广济等6州县水灾。秋七月戊戌，命海陆属伊犁将军、徒司亦属乌鲁木齐都统。乙卯，命蔡兴为文华殿大学士，梁国志协办大学士，刘墉为吏部尚书。八月甲午，赐达赖喇嘛御册御宝。甲戌，明亮、巴林泰等尺之逮问，以海陆为乌鲁木齐都统。乙亥，上自避暑山庄益慎。今夜陵，免经过地方本年俄赋十分之五。庚辰，太子太保、大学士英连促。辛巳，上驻毕哈那达大营。喀喇沁郡王喇特纳西帝等迎驾，赏赖有差。丁亥，上驻五里屯大营。科尔沁亲王宫、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迎驾，赏赖有差。戊子，与名辽东经略员重焕五世孙秉以89品官选补。九月己丑朔，上驻毕四宝子东大营月社，命皇十一子永兴等迎册宝至圣经，葬于太庙。癸巳，上驻老边大营月社。朝鲜国王遣使供方物，以为免奉天各属乾隆49年俄赋。戊戌，上夜永陵。己亥，行大享礼。月星京城，免圣京户部各庄头仓。
粮。缅甚经等处其地应纳米豆草数十分之五。简奉天等处死罪。缅军留以下罪。癸卯，上夜伏灵。甲辰，行大享礼。上夜昭陵。PG 393。灵殿五勋王阳谷立墓。乙巳，行大享礼。丙午，上灵殿客秦郡。王月托墓。丁未，上灵殿弘义公额义都，执义公费因东墓。五申，上御崇政殿受庆贺。御大政殿赐户从皇子、王、公、大臣等宴，赏赖有差。己酉，上义清宁公祭神，赐皇子、王、公、大臣等十座。庚戌，上回避。戊午，申御詹事府被辞臣身转之。皆即见除之必不可行。冬十月壬戌，镇陕西榆林八州县等旱灾。癸亥，上铸壁文。书掩行宫。壬申，上夜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乙亥，上还京师。十一月己亥，是国栋。庚子，以福隆安并未全，命福康安协同办理兵部尚书。辛丑，命刘冠赤御田赴晋州县掘黄楠。壬寅，命刘冠查办南宫县议和权协教。己酉，以阿克栋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纳尔胡善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二月丙寅，命福康安赴广东，会同永德宴盐商誉。四十九年春正月丁未，上南巡，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戊申，免直隶、顺天等十二府州属不复。甲寅，调孙士义为广东巡抚，以吴元为广西巡抚。丙辰，免山东历经等二十一州县尉不复。赵八言三来京，调书长为两广总督。乙，特陈娥为湖广总督，保宁为成都将军。二月壬戌，上幸泰安府，亦代庙行礼。丙寅，上夜少号陵，智取父业先师庙。丁卯，是殿先师，亦孔林泪酒。祭元圣周公庙。壬申，免江宁、苏州、安徽各属不复。免江南、浙江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以永保为贵州巡抚。赖江南、浙江齐。明戊寅，祭河神。上渡河。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均留矣。下罪。壬午，免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赴郭朱县而赴。甲申，免两淮造户四十五、六两年不赴。三月丙戌朔，祭江神。上渡江，幸金山。丁亥，上幸焦山。 PG 394。调周黄为左都御史。己丑，以王杰为兵部尚书，赐福阙后供职。辛卯，上幸苏州府。壬辰，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县尉三十年，至四十四年不复。以为上义文庙行礼。丁酉，再免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额赋十分之三。己亥，上幸海宁州祭海神。
以福建钦赐进士郭中岳年届104岁，来这迎銮，赏国子监司也。庚子，上姓兼山观朝。岳是唐公。辛丑，上姓杭州府。癸卯，上谥圣因四季圣祖神谕。戊申，上岳福建水师。庚戌，上自杭州回銮，改庆贵为福州将军，以兜尔嘉为吉林将军，曾熙安富都统一。甲寅，上驻避苏州府。八言三尺直。闰三月，丙辰朔，兵部尚书福隆安促以福康安为兵部尚书，复兴属工部尚书。壬戌，上姓江宁府。甲子，即名太祖陵。乙丑，上岳江宁府驻防兵。戊辰，上渡江。丙子，上济河神渡河，以伊林阿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月，免江苏上元等八州县，为安徽怀宁等十州县，安庆等三位上年水旱灾而复。下四月，丙戌，免直隶宛平等五州县上年水灾而复。庚寅，上祭于庙。壬寅，以李寿为江西巡抚。甲辰，以河南卫辉等属汉免吉县等十六县不复。乙巳，免直隶大名等七州县不复。丙午，甘肃新教回人田武等作乱，命李世尧、钢塔矫之。丁未，上海京师，以海陆为乌石参赞大臣。庚戌，免陕西、甘肃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不复。辛亥，调李寿为湖南巡抚，以一心阿为江西巡抚。甲寅，赐如芬等112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免湖北黄梅等四县，武昌等三位上年水灾而复。五月，丙辰，绰克托以袁氏尺直逮问，以庆贵为工部尚书，调长卿为福州将军，以永铎为杭州将军。几位命庆贵在军机处行走。壬戌，上秋显木兰。癸亥，免陕西延安等三福州不复。戊辰，上驻避避暑山庄。己巳，命福康安、海兰察赴甘肃剿捕回匪。甲戌，命阿贵领火器、建锐两营兵往甘肃剿叛回。以阿 PG 395贵为将军，福康安、海兰察、五代并为参赞大臣。乙亥，甘肃回匪县通渭县，巡抚之，以舒亮为领队大臣。庚辰，李世尧作玩物尺直，以福康安为陕甘总督。钢塔以师机尺直逮问。辛巳，调庆贵为兵部尚书，复兴为工部尚书，以阿阳阿为左都御史。癸未，江南巡抚郝硕作贪婪逮问。是月，免山东兖州等三福州，属上年水灾而复。六月，庚寅，免甘肃本年而复。甲午，镇湖南茶陵，攸县水灾。壬寅，东阁大学士三宝卒。戊申，以舒林为安徽巡抚。是月，免安徽怀宁等十三州县为上年水旱而复。秋七月，甲寅朔，日食。丁巳，
礼部尚书曹秀先卒，以姚臣列为礼部尚书，调李寿为湖北巡抚，以六耀为湖南巡抚。即位，赐郝硕字才。甲子，甘肃时封保回匪平、伏贼首张文庆等。与阿贵轻车都尉、晋封福康安家永侯、卓海兰察子安禄二等侍卫。授五代都统，俱给其都尉，和身在给轻车都尉，于各征序有差。丙寅，以长清为乌鲁木齐都统。癸酉，以武弥泰为东阁大学士。调和生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监管户部。以福康安为户部尚书，仍留陕西总督任。戊寅，命颁行军纪律。癸未，李世尧论斩。又刚塔罪，数伊犁。是月，免陕西榆林等八州县上年旱灾而复。八月己丑，河南睢州和决，命阿贵都治之。癸巳，免甘肃。积年不复银三十五万两，粮四十七万石各有差。乙未，以河南偃师现任天笃九世同居，赐御制诗御书匾额。己亥，上姓木兰。行为辛丑，张文庆等伏诛。甲辰，暹罗国长镇华遣陪臣共方。戊，起风。九月，癸丑朔，镇安徽宿州等处水灾。乙卯，以回匪平、封和申义等南根深上驻避避暑山庄。甲子，调乌尔图纳逊为察哈尔都统，基辅为绥远城将军。甲戌，上海京师。丙子，又 PG 396绰克脱罪。庚辰，命内大臣西明、翰林院士读学士阿素使朝鲜，册封世子。是月，镇陕西华州等三州县水灾。冬十月辛卯，命众举千叟宴。戊戌，镇江西南昌等六县水灾。己酉，减京师朝沈秦时俱盗于三次人犯罪。十一月乙丑，豫秋沈朝沈各犯缓决至三次者，分别减等人参、睢州河工何龙。庚辰，命刘宝柱为驻藏大臣，以福禄为西宁办事大臣。十二月甲辰，御千叟宴官明年九十以上者，许其子孙一人服业。大臣年逾七十者，如步履稍间，亦许其子孙一人服业。是岁，朝鲜、琉球、暹罗、安南来贡。五十年春正月辛亥朔，上以五十年国庆颁诏谭恩有差。丙辰，举千叟宴礼，宴亲王以下三千人于甘清宫，赏赖有差。丁巳，左都御史周黄志士以纪云为左都御史，调吴元为湖北巡抚，以孙永清为广西巡抚。戊辰，赵奎林来京，以拉旺多尔既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甲戌，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以前与萨木萨克交通事决，处斩。已有镇江西平乡等三县水灾。丁亥，上士殿先师林辟雍讲学。戊子，免河南吉县等十四县不复。己丑，御史翰林院詹事府官着陆伯坤、吴景为义等于身处有差。
是六部升用汉瞻等官，卓庆林为一等，余身处有差。辛卯，调毕沅为河南巡抚，何玉成为陕西巡抚。甲辰，免江南、江宁等六府州不复。是月，镇江西萍乡等三县，福建建安等二县水灾，河南吉县等十四县旱灾。三月壬子，上姓盘山。甲寅，上一名长陵殿酒。丁巳，上驻避盘山。辛酉，结河南、山东漕粮三十万石，镇河南卫辉汉灾。甲子，免江苏安东，赴宁不复。丙寅，上海京师。丁卯，以勇夺为伊犁参赞大臣，长卿为西安将军，奎陵为乌鲁木齐都统，复兴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以舒常为工部尚书，孙氏亦兼署。 PG 397。两广总督。乙亥，免直隶霸州等四十九州县不复。丙子，免河南商丘等六州县上年水灾而复。夏四月，甲申，甘肃肃州等处地震，震续之。壬辰，上月见瑞迎宾。丁酉，刑部尚书喀宁阿、胡济堂、侍郎穆金阿、江胜以检验失实，降四品顶戴戊戌，大学士蔡兴致仕。是月，免河南吉县等旱灾而复。镇祥符等州县旱灾。五月壬子，免河南祥符等十六州县，郑州等三十二州县新旧额赋积欠。甲寅，调永保为江西巡抚，陈永夫为贵州巡抚。己未，拨两淮运库银一百万两交河南备镇。丙寅，上秋显木兰。丁卯，山西平阳等属鸡，给平民两月粮。壬申，上驻避避暑山庄。丙子，命梁国志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刘墉协办大学士，以曹文植为户部尚书。丁丑，浙城到斐平。是月，镇江苏铜山等十六州县，山东临县等四十州县旱灾。六月壬午，以漕运持物、萨载等下部盐役分别赔偿。乙酉，礼藩院尚书伯清阿促。丙戌，以刘宝柱为礼藩院尚书。辛丑，以奎陵属伊犁将军，勇夺属乌鲁木齐都统。乙巳，命在节留江西漕粮十万石于安徽备镇。是月，镇安徽亳州等八州县旱灾。秋七月己酉，调傅乐浑为两广总督，以雅德为闽浙总督，普林为福建巡抚。庚戌，调普林为湖南巡抚，以徐嗣岑为福建巡抚。辛酉，以李庆芬为贵州巡抚。乙丑，拨户部银一百万两交河南备镇。辛未，镇山西代州等六州县水灾。乙亥，以奎陵为伊犁将军，勇夺为乌鲁木齐都统。八月已有，命阿贵赴河南勘灾，兼赴江南、山东查办河运。癸巳，上姓木兰行为。庚子，镇陕西朝邑县水灾。癸卯，以一桑阿为山西巡抚。九月己酉，命福康安赴阿克苏安吉回众。
以庆贵为乌食餐。 PG 398。 赞大臣属陕甘总督，将海陆为伊犁领队大臣，命明亮以伊犁参赞大臣属乌石参赞大臣，贾莹上驻弼弼属山庄，戊午调永保为陕西巡抚，何玉成为江西巡抚，戊辰上海京师，壬申镇江苏常州等五十六州县为旱灾。冬十月丁丑朔，赵乐宝、松云回京，命佛住住库伦、会同、运端多尔济办事。庚辰，镇湖南巴陵等十州县旱灾。辛丑，镇安徽亳州五十一州县并凤阳等九位旱灾。是月，免甘肃高兰等十二州县为本年保水灾而富，镇直隶平乡等十六州县水旱灾，河南永城等十二州县旱灾。十一月乙亥，以乾隆六十年乙卯震旦推算日时，宣谕定次年归镇。是月，镇山东义县等九州县旱灾，甘肃河州等七州县水雹灾。十二月丁丑，以御史傅森、阿条成弟丁乾良请收本色，谕斥为断不可行，罢之。丙戌，以明亮为乌石参赞大臣，庆贵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人营进广东洋商及粤海关监督贡献。是月，镇陕西朝邑等三县水灾。是岁，朝鲜来贡。 PG 399卷第十五本纪第十五高宗本纪六五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时，免朝贺戊申，命户部拨银一百万两解往安徽备镇。辛酉，礼部尚书姚晨列簇，以彭元瑞代之。丙寅，以普福为驻藏大臣。庚午，江西巡抚何玉成奏粮价日昂，由江楚贩运过多所致，上以一存恶敌，切责之，命范建中往哈密办事。二月庚辰，上御金言赐宴，命公歌新仆役戒师，遂为吏加福建水师提督皇室检太子太保。已有上信南院行为辛卯，命尚书曹文植、侍郎江慎、依林阿网浙省盘查仓库。壬辰，上义西陵巡幸五台山，免经过地方而复十分之三。丙申，上野泰陵、泰东陵。丁酉，免直隶顺德、广平、大明三府属上年灾，欠银米。己亥，以图萨部为湖北巡抚。癸卯，免山西忻州等六州县拨付。三月丙午，上驻弼五台山。丙辰，两江总督萨载簇调礼士杰代之，以保宁为四川总督，鄂徽为成都将军。己未，上月呼沱河越镇定镇兵。壬戌，上祭帝姚庙。癸亥，命李世尧署户部尚书。甲子，镇陕西朝邑等三县灾民。庚午，上海京师。辛未，以伊林阿为浙江巡抚。夏四月己卯，命大学士阿贵往江南筹办河工。已有浙江学政窦光奈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空各逾十万，
郡县采买。PG400。仓储据遮收银两，以便挪移。命曹文植等严查复奏。镇山西、代州等六州县水灾。己丑，命窦光鼐会同曹文植等查办浙江亏空。五月丙午，命阿贵赴浙，会同曹文植等查办亏空，并勘海。唐秉承赴乐浑尺职，教阿贵等审讯。丁巳，以孙士义为两广总督，调图萨布为广东巡抚，以李峰为湖北巡抚。即位，以李世尧属湖广总督。辛未，上秋显木兰镇四川打建炉等地震灾。是月，免江苏上元等56州县为上年旱灾而赴。六月丁丑，上驻避避暑山庄。已酉，以扶松属山西巡抚。丁亥，湖南常德府原江邑。辛丑，调傅刚为闽浙总督，以特臣俄为云贵总督，以毕元为湖广总督，江南为河南巡抚。秋七月戊申，免河南商丘等12州县上年旱灾而赴。壬子，江苏清河李家庄合议。丁巳，命阿贵由浙江赴清口，会同李世杰等办理堵住事宜。己巳，曹希保和和身家人刘全不能指时，嘉恩革职留任。闰七月庚辰，大学士博武弥太簇召刘秉田来京，以谈上中为云南巡抚。己丑，浙江学政吏部右侍郎窦光鼐尺职。庚寅，赴乐浑论斩。乙未，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是福康安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福长安为户部尚书，绰克托属兵部尚书。戊戌，镇湖南武陵、龙阳水灾。八月丙辰，上幸木兰行为庚申，调松春为绥远城将军，基福为宁夏将军。九月戊寅，上驻避避暑山庄。丁亥，以乐宝为山西巡抚。戊子，以永宝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巴彦三为陕西巡抚。壬辰，上海京师。甲午，调赴长安属兵部尚书，以绰克托属户部尚书。乙未，以郎干为浙江巡抚。己亥，皇长孙贝勒免得簇。PG401。镇安徽五河等17州县并凤阳等5位水灾。冬十月辛丑朔，调傅刚为云贵总督，以长清为闽浙总督。丁未，降毕元人为河南巡抚，江南人为河南布政使，授李世尧湖广总督。丁巳，免直隶安州等4州县被灾而赴有差。11月，镇安徽合肥等17州县水灾。12月辛丑，福建南靖县匪徒陈建等作乱，捕治之。壬子，大学士梁国志簇命兵部尚书王杰在军机处行走。戊午，封镇华为暹罗国王。丙寅，福建彰化县贼匪林爽文作乱，县县城知县于俊死之，命长清、徐四岑等搅拌。是岁，朝鲜、琉球、暹罗来贡。
52年春正月辛未，林爽文献诸罗竹堑，癸酉命二徽，属四川总督。乙亥，又复乐浑罪。丁丑，调李世尧为闽浙总督，长清为湖广总督，仍留福建督办军务，命书常属之。癸未，林爽文献凤山，知县汤大全死之。甲申，长清以守备城邦光都邑，明守陆资港，收复彰化奏文。丁亥，命王杰为东阁大学士，管礼部事，调彭元瑞为兵部尚书，以纪云为礼部尚书。庚寅，允户部尚书曹文植中养，以董诰代之。辛卯，命松云往库伦办事。丁酉，命长清渡台剿匪。二月壬寅，林爽文复县凤山，犯台湾府，柴大骑都兵名誉之。癸卯，以李寿为左都御史。乙巳，以长林为山东巡抚。壬子，免台湾府署本年而复。丙辰，复诸罗。甲子，上邑东陵。丁卯，上邑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三月癸酉，上回避。丙子，以重修明陵城，上陵月，深井巧彩。辛巳，复凤山。辛卯，以江胜为湖北巡抚。皇室简以仪务军机尺职，令其长孙家摩袭公爵，以为逮皇室简下狱。下四月辛丑，以长清为将军，恒瑞、蓝元梅为参赞，调蓝元梅为福建水师提督，柴大骑属陆路提督。戊午，上邑黑龙潭。PG 402。其余壬戌，刺史志光等137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上月火器迎宾。五月丁卯朔，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共楚克扎布并免，以三披勒多尔济代之。戊辰，受兰地西河东河道总督。甲戌，上丘县木兰。庚辰，上驻避避暑山庄。湖南凤凰苗作乱，总兵尹德喜讨平之。六月庚戌，免浙江人和场朝充当的额克。壬子，受柴大骑福建陆路提督，监管台湾总兵事。丙辰，赵福康安复行在，以乐宝属陕甘总督。秋七月壬辰，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律侍卫、张京等赴台湾剿贼。癸巳，镇安徽怀远、凤阳等州县水灾，镇山西丰镇等九州县旱灾。八月，长清免，命福康安为将军，赴台湾督办军务。辛亥，上信木兰行为。九月壬申，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上回避。壬午，调柴大骑为福建水师提督，以蔡潘龙为福建陆路提督，并受参赞。辛卯，以诸罗人为解围，崔福康安进剿大理义贼，并奋兵进大甲西。冬十月丁未，命福长安属工部尚书。戊申，修福林。丁未，虽州下训决口合龙。丙辰，命阿贵赴江南勘高彦等处低功。戊
五免江苏清河等23州县及淮安等5为本年水灾槽向槽米有差。辛酉，以福州将军恒瑞剿贼怯懦，召来京，调鄂徽代之。正直隶保安等7州县旱灾。壬戌，命江苏、浙江拨济福建军需，钱各5万贯。11月甲子朔，家李世尧、孙氏义太子太保、柴大纪太子少保，赐台湾广东庄、泉州庄一名御书匾额。壬申，以柴大纪、固守嘉义、丰邑等义勇伯世袭，免台湾嘉义县54年而复。PG 403。以巴延三奏达赖喇嘛遣使称以使申斥之，以有奎林以兰臧尺直逮问，以保宁为伊犁将军，调李世杰为四川总督，以舒林为两江总督，陈永夫为安徽巡抚。12月丁未，福康安等败贼于伦滋顶庄等处，解嘉义为晋封福康安、海兰察公爵，各赏红宝石鼎、四团龙卜卦。己酉，迁长清福州将军，以舒长为湖广总督，福长安为工部尚书。以福康安和柴大纪、蔡潘龙战守之功多不确实，欲柴大纪兼持定见，竭力固守。蔡潘龙奋勇杀贼，进抵县城，或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至为所增，岂可转眉其功，俱加无名之罪。以孙氏亦调兵运械，不分整域，赏双眼花翎。戊午，以德臣奏称柴大纪贪纵废弛，命福康安、李世尧据实参奏，并以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雅德在福建时训引逮之。根深武拉那护福建巡抚，以勇夺为圣经将军，上安为乌鲁木齐都统。53年春正月丁卯，免兵岔经过之福建晋江等20县本，年额复有差。辛未，明星奏山西永宁等处和亲。丙戌，柴大纪尺直逮问，福州将军长清以训引柴大纪尺直。2月甲午朔，获林爽文赏福康安、海兰察御用佩囊。以续将便有差，晋封大学士和申三等伯爵。大学士阿贵、王杰尚书福长安、董告义序与孙氏义清车都尉世职，以为世皇世简、任承恩、任盈、伊犁参赞大臣海陆以和奎林师时尺职，与奎林俱伐在拜堂阿上效力。以四立先贤有子后裔五经博士。辛亥，上巡幸天津。庚申，获台湾贼首庄大田、义续提督许世亨等有差。辛酉，免天津府署不复。壬戌，上御岳武楼阅兵。3月戊辰，命侍郎穆京阿赴湖北，会同书长查案。人生林爽文伏诛癸未，在赏福康安、海兰察子江、金黄遍山胡巢，诛及福康安金黄腰带。下4月辛丑，以汉命刑部检图以下罪。丙午，上月见瑞营。 PG 404。丙庚戌，免江苏清河等18州县，
淮安等五位上年水灾而赴。有差几位富乐魂雅得以施茶柴大祭论缴。五月丁卯，捐河南商丘等六州县上年水灾而赴。有差癸酉，捐直隶保安等七州县上年水灾民田齐地而赴。庚辰，上丘显木兰癸未，又长清罪。庚寅，赈台湾难民。六月丙申，富刚奏缅甸孟允岔头木叶淼瑞洞等基金叶表文进贡，欲护送讯来行载戊戌，镇湖南溆浦县水灾，缅安徽凤阳等四府州为上年水灾而赴。有差辛丑，镇湖北长阳县水灾。丁未，缅陕西华州等三州县五十一年水灾而赴。戊申，安南人阮惠等叛逐齐国王李维齐，维齐来求援，命孙氏义赴广西抚育之。缅山西大同等九州县上年旱灾而赴。秋七月辛酉朔，以安南牧马官阮辉素奉黎为其之母及子来奔，欲孙氏义等抚恤之。壬戌，镇山东胶州受光水灾。湖北荆州江邑府城及满城军进梅御书长等查勘抚恤。丁丑，赏海闽浙总督李世尧伯爵与现袭之李凤尧提督衔。戊寅，湖北武昌汉阳江邑以毕沅为湖广总督，武拉那为河南巡抚，明新为乌石办事大臣。镇安徽怀宁等州县水灾，差大祭处斩赵江胜来京，以惠灵为湖北巡抚。戊子，阔尔喀巨后藏祭龙也拉木，命陈德与木克登阿角之。八月甲辰，镇湖北监利石首水灾。丙午，上信木兰庚戌，以木兰大水亭行为癸丑，阔尔喀复县宗喀以鄂徽为将军，陈德为参赞大臣矫之。丙辰，安南阮越等顿命孙氏义都许世亨进剿，命富刚统兵进驻蒙自。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九月壬戌，缅甸番木系哈觉控等入境玉仙罗，缅甸县军内附二国应修好，不得人前购兵。戊辰，镇湖北绵阳黄冈水灾。癸酉，缅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县为上年水灾而赴。冬十月庚寅，阔尔喀亲后藏萨喀命孙氏义出关督剿甲。 PG 405五，镇湖北潜江水灾。丙申，镇湖北江夏等三十六州县水灾。己亥，以黎为其暗弱，欲孙氏义选择黎义入京朝贡。庚子，命云南提督乌代金统兵出关，袭遇阮惠等来归。癸卯，调书连为驻藏大臣，以恒瑞为伊犁参赞大臣，调兜尔加为盛京将军，恒秀为吉林将军，改松春为西安将军，以新召代之，林宁为黑龙江将军。乙卯，李世尧病，命福康安属闽浙总督。十一月辛酉，缅安徽望江等二十六州县为本年被水而赴。有差癸亥，李世尧卒，
以福康安代之，以乐宝为陕甘总督，海宁为山西巡抚，并自修湖北江陵、公安各堤，免湖北江陵等。36州县本年水灾而富有差。12月己丑，弑父勒魂，雅德。孙氏亦奏败贼于寿昌江。癸巳，又败贼于士求江。丙申，收复黎城，复封黎为齐安南国。王封孙氏亦为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为一等子。戊申，命孙氏一班师。54年春正月己未，以元旦受贺，朝班不肃，始究一遇。始等职，尚书德保斋林鼎，都察院鸿胪寺堂官军下部言议。庚申，陈德以收复宗喀、济隆、克涅拉木奏文。癸酉，礼部尚书德保促以长清代之。甲戌，以缅甸孟允悔罪投陈，欲令穆林修好，并赐暹罗国王振华密彩璧，令其解愁消信，免福建旦水等六县灾欠而复。癸未，阮惠复县离城，广西提督许世亨等死之。赵孙氏亦来京，萧公爵调福康安为两广总督，以武拉那为闽浙总督，梁肯堂为河南巡抚，以海路为广西提督。甲申，安南国王黎为其父来奔，命安插广西。丙戌，持孙氏一职，命人以总督顶戴在镇南关办事。二月庚寅，以京察借其与大学士阿贵等议叙，内阁学士谢雍等下部议处，礼藩院侍郎福禄元品修制，与总督福康安等议叙。丁酉，乐宝毕见，以巴延三属陕甘总督，和田领队大臣。PG 406。革崩而以兰所居时，处斩。贾莹调兰地西为江南河道总督，李凤汉为河东河道总督。乙卯，以安南仗力严荒，不值用兵，降御福康安。三月甲子，免甘肃积年不复即位完子种口粮，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尉完仓谷。欲福康安袭阮惠复县羌害提镇之匪。乙丑，刘墉以上书房师傅旷职，将士郎衔，以彭元瑞为吏部尚书，孙氏亦为兵部尚书。丁卯，上姓盘山。下四月戊子，免奉天广宁、凤凰二城属上年水灾而复，人镇序有差。丙申，进赠许世亨伯爵，令其子陈摩袭。赵孙氏亦回京。庚子，以恒瑞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福长安属兵部尚书。欲福康安安插安南黎氏宗族旧臣，与从军出力之亮山都督潘启，得以都私用。任寅，命阿贵复勘荆州低公。丁未，宣谕安南水土恶劣，决计不复用兵。阮惠以三次起降，果复却求恩，可亮加封号。政府欲外移，无不体上天好生之德，从未敢穷兵。独武辛亥，赐胡长林等98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调都尔嘉为黑龙江将军，松春为盛京将军，
恒秀为绥远城将军，林宁为吉林将军。癸丑，以阮惠不亲来御垦，遣阮光显入关进贡。御福康安却之。丙辰，豁直隶宣化等四县上年旱灾而复。五月己未，缅官兵经过之广西柳州等五府属本年而复。福康安等奏安南阮惠遣其侄阮光显赖表共起降，并欲垦入境。许之，却其贡。已有曾依离会远城，会宁城关。闰五月庚寅，上秋显木兰。辛卯，免奉天广宁等七城上年。水灾而复。甲午，震云南通海等五州县地震灾民。六月，免安徽安庆等七福州五十三年水灾而复。甲子，以管干真为漕运总督。戊辰，正直隶离县水灾。庚午，命兵部尚书孙氏一军机处行走。壬申，以郭世勋为广东巡抚。癸酉，以陈步营为贵州巡抚。丙子，福康安奏阮惠及阮光平应赦其。PG 407。前罪，准令降赋，具表谢恩进贡，并求于明年到京助离。上议其情辞尊切，册封为安南国王，并赐敕谕，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县上年水灾而复。秋七月，已有朔，以决河下注四州一带，欲正续灾民。丁酉，正直隶安州等八州县水灾。庚子，户部尚书绰克托促。丙午，以巴彦三为户部尚书，秦承恩为陕西巡抚。戊申，安南共使阮光显等入境。八月乙丑，镇河南永城、临漳等县水灾。戊辰，镇安徽宿州水灾。己巳，上信木兰行为。甲戌，镇直隶清苑等三十四州县水灾。九月己丑，廓尔喀贡使入境，封拉特纳巴都尔王爵、巴都尔萨野公爵。庚寅，上回驻避暑山庄。辛卯，镇江苏铜山等时益州县水灾。丙申，镇吉林蜀珲春水灾，豁应交易仓粮食及上年借给仓谷。丁酉，上回避。丙午，安南离为其自保乐袭木马，为阮光平所败。欲福康安，如离为其来奔，收纳之。辛亥，左都御史阿阳阿促以书长代之。冬十月癸丑，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霸以保泰代之。命乌尔武逊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乙卯，以佛柱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镇吉林打生乌拉等处水灾。己未，虽宁决口合龙。辛酉，镇湖南华容等县水灾。十一月已有安南国王阮光平已受封进谢恩贡物允之。丙戌，免安徽宿州等十四州县尉不复。庚寅，命福康安将离为其籍其属人宋京师，立汉军其籍，以离为其为事管左领。癸巳，四川总督李世杰病，命侍卫庆臣代医诊事，以孙氏亦属之。彭元瑞属兵部尚书。戊戌，
免圣经等五城借仓谷。十二月庚申，追夺故大学士冯权等事。辛未，上以来年八。寻万寿，命经卷八真茂念之宝。PG 408。五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弹恩有差，普免各职省钱粮。己丑，颁恩诏于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国。壬辰，赏大学士和升黄带，赐开谢袍，赐安南国王阮光平金黄听带。乙巳，朝鲜国王李算表贺万寿，供方物。己酉，琉球国王上穆敬表谢恩，供方物。二月，壬子朔，以河南考成成功错谋将江兰道元、毕元等此职，人留任。癸丑，免直隶永清。武清五十四年水灾而复。己未，上议东陵、西陵，巡信山东，免经过直隶州县钱粮十分。之三，壬戌，上夜昭西陵、孝陵、孝东陵。庚午，上夜泰陵、泰东陵。辛未，免直隶各属节年因灾缓征钱粮。壬申，命福康、安代同阮光平入境，郭世勋兼署两广总督。乙亥，免云南通海等五州县五十四年分的赈灾田额赋，并除傍海镇煤田赋。免京过山东钱粮十分之三。降直隶总督刘冠侍郎，以梁肯堂为直隶总督，调募和令为河南巡抚。戊寅，免山东各属因灾缓征银两，以扶松为安徽巡抚。三月已酉，上登带甲午，上夜少号陵智取父叶先师庙，以为世殿，赐衍圣公孔宪培及孔氏族人等张福银币有差。丙申，上夜孔陵。庚子，免乌鲁木齐各州县额征的粮十分之一。乙巳，缅甸国长孟允遣使表贺万寿，供训相，请封号，命封为缅甸国王。免直隶昌平等七州县水灾其地租银。南掌国王赵温猛表贺万寿，供训相。己酉，免直隶长芦等五场上年水灾造客。夏四月丁巳，上幸天津府御武拉纳察浙江福收曹良秦币。己未，大学士姬黄仲与恩荣宴，御制师张赐之。辛酉，命吉庆会同松春刊明因而编制以扬鞭。乙丑，免安徽宿州、灵璧等八州县为上年水灾而赋上海京师。丙寅，上议黑龙潭祈雨。命二元霸，调扶松为江苏巡抚，何玉成为安徽巡抚。庚午，以书林父奏七事，下不言议，仍留任。闽二元尺直逮问人生免。 PG 409。河南永城五十四年水灾而赋。癸酉，以孙士义为四川总督，李世杰为兵部尚书。乙亥，赐石运玉等九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免山西太原、辽州等十六府州并归化成等处而赋十分之三。五月庚寅，上幸避暑山庄。庚子，
赏梨为其三品职衔。人因免西藏所属三十九部落钱粮，即有疏林池直逮汶、扶松兼属两江总督，韩恒赴江南帮办和公。六月壬子，调孙士义为两江总督，保宁属四川总督，永保属伊犁将军。乙卯，以陈用夫为广西巡抚，闽鄂元论斩。丁巳，免直隶霸州等五十四州县，并各属其地上年水灾而复。戊午，除湖南甘州等五县苗民杂粮。秋七月己丑，安南国王阮光平入境，庚寅，以朱圭为安徽巡抚。甲午，正直隶朝阳、天津水灾。丙申，正奉天锦州九关、台、山东平原、禹城等县水灾。丁酉，兵部尚书李世杰以失察书吏修治。己亥，起刘冠为兵部尚书。戊申，上海京师、镇江、苏砀山等县、安徽宿州、河南永城夏邑水灾。江苏砀山王平、庄和爵命扶松赴宿州办和公。丁未，镇山东临清水灾。八月庚戌，暹罗国王振华表贺万寿，共方武郎甘以失察曹良自和罢之，调海宁为浙江巡抚，舒林为山西巡抚。辛酉，上八旬万寿节，遇太和殿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台吉、伯克、哈萨克、安南国王、朝鲜、缅甸、南掌共使、各省土司、台湾申藩等行庆贺礼。李成、宁寿公、甘清公赐宴如仪。己巳，刑部尚书喀宁阿促以明亮代之，命书长兼署。九月戊寅，正安徽四州水灾。癸未，命安南国王阮光平归黎为其亲属及旧臣之在其国者。己丑，上月建瑞迎宾。甲午，镇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庚子，长林以验玉不识尺直。PG 四百一十。调惠林为山东巡抚，以福宁为湖北巡抚，毕元兼署之。冬十月丙辰，镇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甲子，命保宁回伊犁将军，以鄂徽为四川总督。壬申，以扶松为浙江巡抚，启长林属江苏巡抚。镇甘肃高兰等三县双灾。十一月丁丑朔，以普林为福建巡抚，冯光雄为湖南巡抚。丙戌，加大学士王杰太子太保、尚书彭元瑞、董诰、胡济堂、福长安将军保宁太子少保。乙未，是富乐魂雅德。戊戌，命庆臣同引状图往山西盘查仓库。壬戌，正奉天井县等三州县水灾。戊辰，命吏部尚书彭元瑞协办大学士。五十六年春正月丁丑，镇江苏萧县等三县、安徽宿州等三州县上年水灾。己卯，镇直隶文安等三十州县、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乙酉，以引状图复奏七往尺直治罪。
戊戍，元奉明处斩。朝鲜、暹罗、缅甸均遣使谢恩，共方物，赏赖言，晏如厉。己亥，以保宁为御前大臣。甲辰，调刘墉为礼部尚书，纪昀为左都御史。二月己酉，欲郑孜孜求治，今替为怀。引状图陈义望，言亦不妨以谤为归。嘉恩免引状图治罪，以内阁侍独用。戊午，御史翰林詹事等官，擢阮元等二员为一等，于身处有差。三月乙亥，正奉天锦州等处上年水灾其地人户，并捐租有差数营，上姓盘山。甲申，免甘肃高兰等三县上年双灾而复。丁酉，以永保为内大臣。夏四月丁卯，免山东临清等三十州县为上年水灾而复。辛未，彭元瑞以詹训将侍郎，命孙士义为吏部尚书，以书林为两江总督，长林赞署，调冯光雄为山西巡抚，以江胜为湖南巡抚。五月庚寅，以长林为江苏巡抚。乙未，上秋显木兰。辛丑，上驻弼避暑山庄。六月甲辰朔，免直隶霸州等六十九州县上年水灾而复。PG 411。秋七月庚辰，免江苏江宁等五福州属因灾积不半复。甲申，以缅甸国王孟允资送羁留内地人民，加赖之。己亥，捐安徽宿州等十九州县为上年水灾而复。辛丑，捐陕西朝邑等二县不复。八月丁未，命喇特纳西地为喀喇沁札萨克邑等塔布囊。五上姓木兰行为甲子，上行为廓尔喀以不欠又为喇嘛噶布伦扰西藏，命四川总督鄂徽将军陈德矫之，命孙士义属四川总督。己巳，命福康安来京助其母生辰，郭世勋属两广总督。廓尔喀县西藏定日各寨聚祭龙。九月丙子，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赵松春回京，以临宁为镇京将军，调恒秀为吉林将军。丙戌，上回避戊子，唐古推兵与达木蒙古兵遇廓尔喀失利，唐古推攻扎什纳木扎勒吉达，木协领则巴结等死之，命甘青门侍卫额勒登堡等赴西藏军营。壬辰，以保泰诺切尺职，命奎林赴藏办事，赏书连副都统衔协同办理。以达赖喇嘛等坚守布达拉，加奖之，命刘墉属吏部尚书。甲午，以廓尔喀为扎什伦部，遇鄂徽等进剿。辛丑，豁奉天广宁县不复。冬十月乙巳，又敏鄂元罪。丁未，廓尔喀入扎什伦部，寻遁去。癸丑，户部尚书巴彦三以福孤成功辞职，调福长安代之。以精简，彭元瑞为满汉工部尚书。丙辰，以安南开关通婆改广西龙州通判同知。乙丑，豫王大臣不必兼议政虚衔。十一月癸酉，受福康安为将军，
海兰茶、葵苓为参赞，真阔尔咖。新四鄂徽承德尺直，以惠陵为四川总督，葵苓为成都将军，吉庆为山东巡抚。癸未，以陈怀为贵州巡抚。十二月辛亥，命海兰察等及所伦达呼尔兵由西宁进藏。丁卯，赵兜尔嘉回京，以明亮为黑龙江将军，明星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五十七年春正月壬申，赏期待一堂至侍上寺院清理指引谕。PG 412。书匾额：冕奉天，直隶、安徽、湖南、广东不复。乙亥，乙达赖喇嘛赴浅丹经班珠尔等司与阔尔喀议和，欲止之。丙子，追论巴中与阔尔喀议和善许遂饮醉。甲午，以苏林阿为刑部尚书。二月壬寅，承德奏败贼于拍甲令。癸卯，与大学士阿贵等、尚书福长安等、侍郎德明等、总督福康安等、巡抚长林等续才河东盐镇盐运使等官，移山西河东道驻运城。丁未，命皇十五子嘉亲王继先师孔子，免奉天锦州府属上年旱灾而复。己四，命侍郎何林管理葬物。鄂徽等奏收复聂拉木，欲以持延迟之。三月丁丑，上议西陵，巡信五台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戊寅，允祭龙呼图克图，会通禅师，法号以帕克。李营官番众收复哲孟雄、宗穆、赖之。新四，上谒泰陵、泰东陵。壬午，免直隶大兴等八州县积欠米谷。甲申，加福康安大将军。庚寅，免五台本年钱粮十分之五，大同、朔平二府属位完不复。辛卯，上驻避五台山。下四月己亥朔，以和田办事大臣李氏正师查麦马特尼杂尔下部言议。甲辰，上月呼陀河，以共楚克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丁未，上祭地遥庙。甲寅，上海京师。乙卯，上议黑龙潭祈雨，命刑部清理数狱，检图以下罪。闰四月甲申，以久旱，遇台湾及沿海各省降居命到各案，无有意从言，捐河南汤阴等五县上年旱灾而复。丙申，以久旱，下诏求言。丁酉，雨以失县闸石轮部至众巴呼图克图集资众喇嘛等罪，命何林、鄂徽宣谕达赖喇嘛等。五月辛丑，定安南国两年一共六年遣使一朝。丁未，上幸避暑山庄，免经过地方钱粮十分之五。戊申，调长林为山西巡抚，以其封额为江苏巡抚。辛亥，允获罕额尔德尼伯克纳尔巴图遣使入贡。癸丑，上驻避避暑山庄。 PG 413。六月甲戌，福康安奏克阔尔喀所据擦木耍爱。丁丑，镇江西南风广昌水灾，
福康安奏铁马嘎尔侠尔甲山梁之贼己卯，福康安等奏客祭龙。辛巳，调陈怀为江西巡抚，冯光雄为贵州巡抚。丙戌，福康安等奏攻克热索桥。丁酉，福康安等奏攻克协布鲁寨。秋七月甲辰，正直隶河间等处旱灾，顺直宛平、玉田等州县黄。己酉，福康安等克阔尔喀东爵山梁，并雅尔塞拉等处营卡承德等克扎木、铁索桥等处。八月辛未，承德克多洛卡、陇冈等处，命孙氏义驻前藏都梁运。癸酉，命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孙氏义为文渊阁大学士。调金简、刘墉为吏部尚书，何林为工部尚书，纪云为礼部尚书，窦光鼐为左都御史。庚辰，以伯兴为库伦办事大臣。丙戌，福康安等奏克噶勒拉、堆卜木陈卡、阿满泰、莫尔根保镇王承德等克利底、大山贼卡戊子。福康安奏阔尔喀求拉特那巴都尔等起降，上以其悔罪起降，许之，命班师。丙申，镇陕西咸宁等六州县旱灾。九月丁酉，上海京师。己亥，论征阔尔喀宫，赏福康安一等轻车都尉，静海蓝茶二等公为一等，义婿孙氏一等各有差。丙午，上命福康安、孙氏一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命御前侍卫惠伦等积金奔八平往藏，祝呼毕勒罕明信、尤达赖喇嘛等对众。年顶壬子，复阔尔喀王公封爵。定五年一共冬十月戊辰，阔尔喀贡使入境。己巳，镇河南安阳等十六县灾民捐缓新旧而富有差。己卯，免饥荒，阿贵翰林院长院学士以和珅、彭元瑞代之。壬午，镇直隶河间、壬丘五州县旱灾，并免顺天等十三府州属被灾其名而复。已有郭氏涛奏因极力遣使，请由天津进贡允之。丁亥，以恶辉隐匿阔尔喀谢恩表供尺职，交福康安等严居之。镇陕西咸阳等十四州县旱 PG 414灾。癸巳，调屠桑阿为绥远城将军。十一月丙午，镇山东德州等二十州县旱灾。十二月庚午，定唐古推翻兵训练事宜，驻营为前文曰甘龙宝藏。甲戌，免长卢兴国等五场并沧州等七州县被灾造的额府。丙子，以长林为浙江巡抚，蒋兆奎为山西巡抚。以一离回明帝母雪灾，免本年额谷。癸未，镇河南安阳等二十五县旱灾。辛卯，命永远加号鄂辉等于西藏。五十八年春正月丙申，镇河南临县等五县、陕西咸宁等三州县旱灾。己亥，镇直隶保定等二十一州县旱灾。庚子，改杭州织造为盐镇监管织造事，改盐道为运司，
南北两关税务归巡府管理，以权德为两浙盐政。恒秀回吉林将军，以四赤玉安。南国王阮光平木林修好，圣守封疆，赐以密彩璧。丙辰，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以世子阮光转嗣。乙亥，免河南安阳等25。县上年旱灾而复。壬午，命喀什噶尔阿齐木伯克作为喀什噶尔协办大臣。三月丁酉，上信盘山。庚子，上驻避盘山。甲辰，礼部尚书长卿卒，以得名代之。戊申，欲于雍和宫设金奔八平，敕礼。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共同彻蒙古所出之忽必勒罕。丁未，上回避。乙卯，调冯光雄为云南巡抚，以殷善为贵州巡抚。戊午，领侍卫内大臣海兰查处。下四月壬申，命松云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在御前侍卫上行走。辛巳，通御设金奔八平于前藏大昭及雍和宫，共同撤报出忽必勒罕，以除王公子弟司作忽必勒罕陋习。已有删除大学侍兼尚书衔、翰林院长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顺天府府丞兼提督学正衔。丁亥，赐潘世恩等81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五子命于乾隆59年秋特开乡试恩科，60年春为会试恩科。庚寅，廓尔喀归西藏底马尔宗地方，以西藏卡外之拉杰撒党 PG 415两处归廓尔喀。五月乙未，命广西按察使陈林赴安南升龙城，赐殿册封。丁未，上信避暑山庄。己酉，以明星位奏遣回人赴霍罕等处办里外藩事件，罢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调永保代之。以五迷五训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共楚克札部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以特陈额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辛酉，加封福康安为一等中瑞家永公。癸丑，上驻避避暑山庄。六月己卯，镇四川泰宁的赈灾。已有因吉利共传至天津。戊子，于通州起路，命在天津延宴之。秋七月癸巳，命何灵基和藏商出入。壬寅，命因吉利共使等驻弘雅园、精简伊林阿余元明元分别安设共建。己酉，以汉命刑部清理数狱，检图以下罪。庚午，上谕万数元大卧，因吉利国政使马贾尔尼、副使司当东等入境。辛未，调福康安为四川总督，以会林赞代长林为两广总督，调吉庆为浙江巡抚，惠林为山东巡抚。壬午，免长芦关台等二场潮灾造的额赋。丙戌，上海京师。戊子，以庆贵为兵部尚书。庚寅，欲因吉利贡使由内河水路赴广东澳门复船回国。九月丁酉，加长林太子少保，命松云护送英吉利使臣等至浙江定海。甲辰，
调福宁为山东巡抚，惠陵为湖北巡抚。丙午，以安徽无为等三州县水灾，赏口粮有差。冬十月癸亥，安南国王阮光转表进谢恩，贡物二分，纳其一。戊子，以长林奏音吉利使称在进表彰贡物，陈总督转奏欲系原力而行，并无他意，国王可安心，再来表贡，亦不拘定年限。十一月甲午，命何宁赴藏邦同何林办事。戊午，以上年葛省奏报民数37460000有其，较康熙49年增15倍。欲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势必一行拮据。各省督府即有目。PG 416。明之则者，勿当劝欲化导，彼皆简朴成风，服情架色，习物力，而尽地利，共用生平之福。几位以安南等国进相已多，与云贵、两广都府席阙相共。十二月癸未，武拉那必见，命吉庆属闽浙总督。59年春正月庚寅，免直隶、山东、河南不复1/10。庚戌，管干征并免，命书林监属漕运总督。乙卯，横秀以清躺。此职，调宝林为吉林将军，松云属之。戊午，安置安南内附人。离为置于江南。二月庚申，以明年元旦上元值日月时，欲修省，无举行庆典。癸亥，廓尔喀遣使进表贡。丁亥，增造广东水师战船。三月己丑，横秀论角。庚子，上巡幸天津，免经过地方籍。天津府属额赋1/10，免天津府属不赋，免大兴等13州县。不赋1/4。壬子，上驻庇天津府。夏四月壬戌，长于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玄代行礼。癸亥，上还京师。丁丑，上诣黑龙潭祈雨。五月丙申，京师雨。甲辰，郭世勋并免，调朱圭为广东巡抚，陈用夫为安徽巡抚。丙午，以直隶、保定等83州县旱，命赏给一月口粮。简奉天商贩豆麦等向经过直隶、山东关经税。辛亥，上幸避暑山庄，免经过地方钱粮有差。六月丙辰朔，以山东历城、山庄等51州县旱，给平民一月口粮，除山东临清州水冲地亩田赋。丁巳，上驻庇避暑山庄。庚午，设唐古推西南外藩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骆敏汤、廓尔喀各交界恶伯。秋七月戊子，永定和爵。庚寅，河南丹、庆二和爵。辛卯，镇山西平定等处水灾。己亥，镇山东临清等州县水灾。辛丑，镇直隶、天津等处水灾。癸卯，河南丰北区家庄和爵。甲辰，书林以训引严镇巴宁阿胶节商人尺职，调富刚为两江总督，命 PG 417。苏林阿属之，调福康安为云贵总督，以何林为四川总督，孙氏亦属之，以驻藏办事松云为工部尚书。以四，
命冯光雄属云贵总督。大学士姬黄簇召孙氏亦入阁办事。癸丑，廷本年即明，年木兰行为，免直隶保定等府署，河南卫辉等府署，山东临清等五州县，山西代州等三州县背水而赴。八月丁巳，以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水灾重，免因灾缓征而赴。戊午，永定河南公爵口合龙。己巳，以明岁御宇戒六十年，普免各省漕粮一次。甲戌，上回避，调福宁为河南巡抚，穆和令为山东巡抚，江南护之。福康安奏四川大宁教匪谢天秀等船袭邪教，蔓延陕西、湖北、河南，欲言为不治。丁丑，免直隶、通州等二十三州县不复。甲申，毕元将山东巡抚，伐剿湖广总督。养廉五年，以福宁为湖广总督，穆和令刘为河南巡抚。九月己丑，镇湖北绵阳等州县水灾。丙申，以秀林为吉林将军。己亥，镇福建漳泉二府水灾，减直隶遵化内务府官的卒。命福宁驻襄阳，督缉邪教案犯。辛丑，以教正石经加彭元瑞太子少保贤。癸卯，镇广东高要等县水灾，以湖北来奉县教匪段汉荣等纠众拒捕，欲责毕元废弛务身，免其齐哈尔等三城水灾不复。冬十月丙辰，免河南吉县等九县，山东临清等十州县不复。壬戌，乐宝奏获邪教首犯刘松，命安徽延基其徒刘之邪癸亥，荷兰入贡。乙丑，免福建漳州府属四州县本年水灾而赴。戊辰，命江科布多威霍尔等七卡移驻原处北界，余地赏杜尔伯特、汉马克素尔扎布等游牧。己卯，调陈用夫为湖北巡抚，惠陵为安徽巡抚。辛巳，是恒秀罪。十一月丙戌，以河南扶沟县知县刘清奈书房刘之邪潜逃革逮，穆和令下部严议。壬辰，免山东临清等州县本年漕赋。壬寅，命傅刚署刑部尚书。甲辰，穆和令耻职，发乌鲁木齐校。PG 418。立，以阿金阿为河南巡抚。十二月丙辰，普免各省积年不复。丙子，吏部尚书金检促，以保宁代之。以明亮为伊犁将军。戊寅，命舒亮为黑龙江将军。改随远程将军屠桑阿为西安将军，以永坤代之。六十年春正月，甲申朔日时，免朝贺。已有正直隶天津等二十州县，河南吉县等十四县，山东临清等十州县上年背水，平民有差。丙戌，召苏林阿来京，调福宁为两江总督，傅以弼原为湖广总督，欲德为山东巡抚。戊子，调陈用夫为贵州巡抚，殷善为湖北巡抚，毕元兼署。以为以顾伦而复封申英德为内务府大臣。辛丑，
免山东积年不复。庚戌，免江苏积年不复。免江西应缓征银谷。二月癸丑朔，免广东积年不复。陈用夫以查拿要犯刘知协，办理错谬，耻职逮问。调姚分为贵州巡抚，以陈琳为广西巡抚。丙辰，免陕西积年不复。贵州松桃苗匪石柳邓等，湖南永绥苗匪十三宝等作乱。戊午，湖南苗匪县甘州同知宋如春等死之，命福康安网教必援助常德筹办粮饷。庚申，以大学士阿贵等书上谕不能称职，廷真绪、侍郎陈策等下部议处，与总督福康安等议叙。辛酉，贵州苗匪为镇远镇总兵朱龙、阿余镇大营，免奉天广宁、锦州齐地不复，免甘肃高兰等四十五州县积年不复。丙寅，命四川总督何林赴有扬州被苗、孙氏一人留四川办理报销。丁卯，免浙江积年明德造的不复。己巳，苗匪县永绥押有寨镇甘镇总兵明安图等死之。辛未，湖南永顺苗匪张廷仲等作乱，扰宝靖、卢溪。丙子，免安徽积年不复。壬午，贵州苗匪扰思南、应江一带，窜入四川秀山。福康安复同任督剿，命德仁泰领巴图鲁侍卫等赴贵州军营。闰二月已有，福康安奏解镇大营之围。任臣冯光雄留为贵州巡抚，调姚分为云南巡抚。以苗匪乱，免贵州同仁府属松。PG 419。陶、镇大等处而复。以为上议东陵，免经过地方钱粮十分之三。戊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己亥，福康安奏解秀脑为。以巳，福康安奏攻克石城，剿除严洞苗匪。丁未，上谒泰陵、泰东陵、尊孝贤皇后陵，免两淮场造积欠。戊申，福康安奏解松桃之围。三月乙卯，何林奏肃清秀山后路，命往松桃与福康安会剿。以孙氏亦属四川总督。几位，福康安奏舔除长冲、卡洛苗匪，进兵处境。命俄勒登堡训赴福康安军营。己卯，福康安奏解湖南永绥匪围。夏四月辛卯，台湾彰化匪徒陈周全等作乱，县县城巡抚之。癸巳，窦光鼐以会试横文失当，降调以朱圭为左都御史，人留广东巡抚任。己亥，以奎伦河阳道四行，命普林来京候旨。调姚分为福建巡抚，以奎伦属之，江兰为云南巡抚。庚子，赐王以贤等111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赏会试荐卷文李教优之举人徐信、副干李端内阁中书。戊申，上议广润祠其语事业与。丁未，免贵州官兵经过地方本年而复有差。福康安等奏克黄瓜寨。己酉，
以符宁、会临经理湖南军务卫郡，命苏林阿仁属两江总督，费纯为安徽巡抚。庚戌，免福建龙溪等四县上年水灾而富有差，匪首陈周全等伏诛。五月丙辰，上幸避暑山庄。五拉那、普林一半里灾震不善，耻职居至，命奎伦兼署闽浙总督，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丁巳，调费纯为江苏巡抚，任刘慧玲为安徽巡抚。福康安等奏客购皮寨及苏皮寨等处，调福康安为闽浙总督，乐宝为四川总督，以义绵为陕甘总督。壬戌，上驻避暑山庄。甲子，以福建仓库亏缺茶时，深斥科道无人奏集，并命嗣后陈奏地方重大事件，无忝言责，召阿金阿来金，以景安为河南巡抚。丁卯，召慧林来京，以汪兴为安徽巡抚。戊辰，命苏林阿驻清江。 PG 420普兼署江苏巡抚。辛未，已于闽中营司殿职，耻轻车都尉事职。六月壬午，以湖南苗匪扰镇甘后路，欲责伏宁怯懦，刘军抚诸守，命会林人属湖北巡抚。戊子，以汉命刑部清理数狱，检图以下罪，陈德甫如之。庚寅，福康安等奏客沙都、多喜等处苗寨，以为镇广东南海等县水灾。戊申，姚芬以职训解任，命奎伦兼署福建巡抚，长林署闽浙总督。秋七月庚申，得名以挂类资阳县知县陈肇自缢，论缴乙丑，免湖北江陵等十二州县为上年水灾而赋。丙寅，以福康安等奏连客苗寨、杜大乌草河、赖真物人生折不尊丹巴呼图客图等入境，召见次查。八月壬午，调永坤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恒瑞为绥远城将军。癸未，赐南长国王赵温猛、缅甸国王孟允赤玉、军赖文启。丙申，允兵部尚书刘冠启修，以朱圭代之，仍留广东巡抚任。乙金世松为左都御史。丁未，免直隶通州等五十二州县积欠其租。福康安等进驻杨柳坪。九月辛亥，上谕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宣誓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四皇帝嘉庆元年。抚恤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水灾，仁子、皇太子及王公内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奏谕，请四受积其仪，再举行归政典礼。不允。丙辰，傅乐浑、雅德以前总督澜沧均辞职，分别发热河、伊犁效力。几位上月建瑞迎宾，晋封福康安中瑞，嘉永贝子、何林义等宣永伯。庚申，上命皇太子叶东陵、西陵乙丑、黑龙江将军舒亮以蓝所，耻职居至，调永坤代之。命徒桑阿为乌里雅苏台将军。
改恒瑞为西安将军，以乌尔图纳逊代之，命伯辛为察哈尔都统，调特克胜为库伦办事大臣，策巴克为西宁办事大臣。丙寅，明亮以任黑龙江将军时，轻于貂皮尺职。PG 421，命保宁为伊犁将军。己巳，舒亮论剿，明亮留乌鲁木齐效力。癸酉，以奉天、山西、四川、湖南、贵州、广西赴吴不欠免。明年正负十分之二。乙亥，免福建龙溪等六县，华丰、罗溪二县上年被水而覆。冬十月戊寅朔，颁嘉庆元年实县书。庚辰，福康安等奏请，非受无半身。赏福康安之子德林副都统衔，和林皇代于义序。赏赖有差。贾深以武拉那等贪渎拜检，庶其子于伊犁。长陵以训毕武拉那，普林尺直，命来京。以奎伦属闽浙总督，姚芬属福建巡抚。乙酉，普免天下嘉庆元年地丁钱粮。丙戌，武拉那普林处斩。壬辰，以俄勒登堡、德伦太角捕苗匪奋勇，受内大臣。乙未，命定丙辰年传位典礼。癸卯，命明年正月初吉中举千叟宴。十一月丁巳，福康安等奏客天兴寨等处，加和林太子少保衔，赏福康安、和林上用黄礼玄壶端照各一。庚申，正奉天津、州、雄越、锦州三城、宁海等三州县旱灾齐名，免俄赋有差。乙丑，上命皇太子居御庆功。十二月戊寅朔，谕曰：“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善奏事件，具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戊子，正贵州同仁被扰南明福康安等奏客天兴等苗寨人营允诸归收英吉利国王表共赐赤加赖交殷商波郎击回，并以其表言劝阔尔喀头顺于次赤内已无需英国兵力告知。贾臣赐琉球国王上温赤玉丁未以来岁元旦传位皇太子为四皇帝，前其遣官告祭天的宗舍是岁缅甸南掌暹罗安南英吉利琉球阔尔喀来贡。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举行寿寿大典，立皇太子为皇帝，尊上为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人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职敕。 PG 422，宫中实现书用乾隆年号。三年冬，上不遇。四年正月，壬戌崩，寿八十有九。是年四月乙未，上尊谥曰法天龙运至诚先觉体元历及夫文分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九月庚午，葬玉陵。论曰：高宗运祭至龙，历经图志，开疆拓宇，四征不停，魁文奋武，于斯为盛。享作之久，同服圣祖，而受考责于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冒其倦情，必于全性，上类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PG 423卷第十六本纪第十六仁宗本纪。仁宗受天心孕妇化随由崇文经武孝公勤俭端敏英哲瑞皇帝会于衍，高宗第十五子也，母为嘉氏，追尊孝仪皇后。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册立为皇太子。高宗将传位焉，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戊辰朔，举行内禅，上谥高宗便礼于堂子，奉先殿，受皇殿。高宗御太和殿，受玺，上即位，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训政，颁诏天下，赐宴宗藩。庚戌，立皇后玺塔拉氏，宁寿宫举行千叟宴，太上皇帝立焉。九十以上者，诏至御座，赐之酒如故事。辛酉，其古于上帝。癸亥，上奉太上皇帝赐廷臣宴于正大光明殿，凡赐宴皆如之。办理苗疆大学士福康安等奏功课朗坡，进攻平陇，湖北之江宜都交匪起。二月丁丑朔，是殿先师孔子戊寅，祭社稷，庚辰，出举经言。辛巳，敕甘肃贵德建文庙。戊子，春分，朝日于东郊。己丑，上御甘清门听政，原居则御勤政殿，以为常。己亥，湖北当阳教匪起，羌官西安将军恒瑞率兵两千剿之。辛丑，祭历代帝王庙。丙午，湖北巡抚会灵奏获教匪聂杰人。三月庚戌，停四川叙真军需银两。辛亥，上庚借田，四推壬子，上奉太上皇帝叶灵。丁卯，车驾还京。己巳，皇后四仙蚕。癸酉，恒瑞奏收复湖北竹山。壬申，刘保柱免以乌尔图。PG 424纳训为礼藩院尚书，傅瑞为绥远城将军，永庆为蒙古都统。夏四月丙子朔，时享太庙，命遗绵、永保、恒瑞、孙世义等分剿湖北教匪。辛巳，长于四天于环丘，以剿来奉公进四川总督孙世义三等男，赤衣犁贡马由草地行。丁酉，上世太上皇帝起与黑龙潭。是日，与庚子，赐赵文凯等一百亿人进。是及帝出身有差。五月戊申，赵俄鲁特来京有出斗者，嗣后由草地复热和进。简辛酉，记得于方泽。壬戌，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乙丑，以傅刚为漕运总督。壬申，大学士被子福康安促于军。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奎伦为闽浙总督，朱圭为两广总督。以纪云为兵部尚书，金世松为礼部尚书，沈初为左都御史。丙子，调福昌为福州将军，以明亮属广州将军。丁丑，除山西代州三州县水冲田赋。
戊寅，何陵奏获苗匪十三宝，解金诛之。癸巳，江南风汛何绝。秋七月辛亥，明亮奏剿平孝感县教费。大学士，四川总督。三等南孙氏亦卒于军。八月丙子，以雨亭秋显。壬寅，何陵卒于军，命明亮、尔辉皆统军务。九月乙巳，车驾还京。冬十月戊寅，上万寿节，议太上皇帝行礼。李晨，受廷臣。贺己卯，以董诰为大学士。王杰以足籍书辞军机处南书房。礼部侍允之，命沈初为军机大臣。辛巳，赠真苗镇王提督花。廉部太子少保与世职。丙戌，调沈初为兵部尚书，以纪云为左都御史。十一月庚戌，封浚河公何龙复爵，与湖北死士巡检王义孙训导甘度，典史普保光世职。甲子，冬至，四天于环丘。乙丑，江西巡抚陈怀有罪，逮问遣恕。己巳，以湖北剿匪偷渡滚河入。PG 425。秦，耻永保之逮问，以会领统其军。十二月戊子，湖南苗匪平，封明亮伯爵，俄勒登堡侯爵。及德仁泰等世职有差。庚子，辖祭太庙。辛丑，上奉太上皇帝。御太和殿，赐宴朝镇外藩。是岁，免顺天、江苏、山西、湖南、福建等省三十九州。现灾赋不各赋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六万二千四十四名口，股数三千七百二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十一升二合。七韶，朝鲜入贡。二年丁巳春正月丁卯，贵州南隆仲苗一父王囊先作乱，命总督乐宝剿之。庚午，官臣奏四川剿匪徐天德侵扰达州、东乡，命总兵朱舍斗等剿之。二月癸酉，上谕金言。江南风汛复报何龙。戊寅，皇后崩。奉太上皇帝诰，素服七日，不斋缨。廷臣如之，近臣常服不挂。朱辛巳，续景安剿秦教匪公，进三等伯。戊戌，册侍大行黄。后曰孝淑皇后。会灵奏获匪首刘启等，解金诛之。三月戊申，上谒西陵。丁巳，还京。癸亥，以刘墉为大学士，调沈初为吏部尚书，朱圭为兵部尚书。以福长安，庆贵为满洲都统，德仁泰为汉军都统。巴克坦布，庆臣奏，由应山追贼入狱，查明贼首李全、王廷照、姚之父君在其内，欲令擒捕。下四月壬申，设湖南镇甘镇总兵官，改保净土县为留官。辛巳，追赠侍郎奉宽太师、礼部尚书、上寿书师也。五月戊辰，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乙巳，会灵奏教匪姚之父等由白马石抢渡汉江入川。赵霸总统庆臣、恒瑞等各将官，以义绵为总统，明亮、德仁泰为帮办。六月癸酉，
乐宝奏，搅拌南龙种苗，叠客水烟瓶，卡子盒等处的纸，即将苗首仙姑等擒获。闰六月庚子，即庆奏客西龙州雅稿苗寨。丙午，乐宝奏进。PG 426。客普平抢避匪首，解南龙围。赵蒋声明坚守围城，声明大义，改南龙府为新义府。乐宝续报解黄草坝为滇黔路通壬戌。军机张金吴雄光带渠亨军加三品清闲与侍郎傅森一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秋七月己巳，永定和爵。己卯，命喀什噶尔因吉沙尔二回城储粮备荒。癸未，都统巴克坦布促于军，已有免四川运。宋军许奉节六州县明年而复。八月甲辰，永定和合龙。丙辰，范仪横促调沈初为户部尚书，纪云为礼部尚书。几位大学士陈某勇攻阿贵促。丙寅，上奉太上皇帝还京。九月戊辰，乐宝奏攻克众苗贼巢，获贼首王囊仙等解京诛之，封乐宝三等侯。丁丑，上林殿故大学士阿贵甲申，以苏林阿为大学士，李奉汉为两江总督。庚寅，赵宜眠、乐宝、奉承恩、景安等分墓相涌入五角贼。癸巳，诏曰：闻贼每逼平民入伙，迎拒官军。官军报捷，所称杀贼，多系平民，非真贼也，故日久无功。领兵大员上其设法解散，勿令玉石俱焚。甲午，以湖北恩师、利川、四川奉节士民奋勇杀贼，再免一年钱粮。冬十月戊戌，明亮，德仁泰请广修民宝，以消贼势。赵赤其迂缓。丙辰，甘清公交太殿灾。辛酉，命乐宝总统四川军务。十一月，丙寅朔，与阵亡散至大臣佛柱护军统领阿尔萨朗世职。十二月戊申，以康基田为江南河道总督，司马陶为东河河道总督。与阵亡总兵明安图、副将曾潘贵、伊萨那等世职。甲子，侠祭太庙。是岁，免顺天、湖广、陕西、云南、甘肃等省五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PG 427。三年戊午春正月庚午，以梁肯堂为兵部尚书，胡济堂为直隶总督。甲申，调乐宝为四川总督。乙丑，俄勒登堡奏获贼首谭家耀，上则其迟延夺俄勒登堡爵职，并以书房夺明亮得仁泰爵职，夺书亮、木克登阿直及其家，均随军自效。二月丁未，上士殿文庙林雍讲学，以鄂齐泰为黑龙江将军，庆龄为江宁将军。辛亥，科藩、乌尔图纳逊作纵闪贼汉入楚，耻职。壬子，以吴沈清为左都御史。乙卯，命内阁学士纳彦臣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月丁丑，得人太奏，追剿贼首齐王氏，姚之父投崖死，与明亮父都统衔。己丑，以剿贼迟延，耻官臣，刘军辅职，以父臣为成都将军。下五月丙寅，免福建全省远年不复。己巳，截留江西漕粮，接镇山东曹县等十三州县被水灾民。甲戌，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六月己酉，以剿贼迟延，竟夺得人太爵职，与父都统衔字。孝，甲寅，云贵总督，三等南鄂徽卒。秋七月庚午，赴人太卒，以德勒格仁贵为宁夏将军，以与廷秋显。八月，以获教匪王三怀公、晋乐宝及和生公爵，扶长安侯爵。己酉，张成基奏江西西宁州教匪作乱，剿平之。九月癸亥，上奉太上皇帝还京。己卯，四名总制员重换于贤良祠。冬十月庚子，新建甘清宫交泰殿城。十一月丁亥，左都御史书长促。十二月乙巳，会灵奏获贼首罗其清、罗其书。戊午，辖祭太庙。是岁，免陕西、贵州等省四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 PG 428。琉球暹罗入贡。四年己未春正月壬戌，太上皇帝崩，上使亲政丁茂、大学士和珅有罪，即尚书福长安据下狱拘训。晋宜郡王永玄亲王，贝勒永宁为庆郡王，绵义封吕郡王。一轮一生在尚书房读书，绵志等各封赏有差。诏中外臣奏直达阵前，不许复封官会。军机处命臣亲王永兴、大学士董诰、尚书庆贵在军机处行走，审出免职。臣亲王永兴管户部。丁丑，和珅赐死于狱，服长安论斩。己卯，特诏声明军纪，命乐宝为经略，明亮、俄勒登宝为参赞，并查询刘清居官，据实保奏无审清免，以刘权之为左都御史，以保宁为大学士，仍管伊犁将军。庆贵协办大学士，舒林为吏部尚书，松云为户部尚书。续斩贼首冉文筹功，蒋续会灵得人太丙戌，以免解任，以恒瑞为陕甘总督。丁亥，赠元任御史曹锡保副都御史，应义子召前内阁学士尹壮图来京。二月己丑，以松云为陕甘总督，布彦达赖为户部尚书。辛卯，诏曰：自教匪滋事以来，破邪良民，焚毁田舍，民非干心从贼，欲逃无归，归亦无实，即宜招抚解散，而非空言所能收效。应如何随即安插，令乐宝寻之刘清及其他良吏，筹议良法，彼可施行，速具以闻。甲午，持私授和田御进。辛丑，秦承恩以遗物军事，耻职逮问。李奉汉卒，以费纯为两江总督。乙巳，
副宗室相会势力，增不愿郎官宗室而缺人子，是回徐树魁王羲侯子孙元作发遣者。丁巳，录用故大学士朱氏孙家干子孙。三月己未朔，苏陵阿勉以庆贵为大学士，陈德为刑部尚书，傅森为左都御史。庚申，户部尚书沈初卒以范建忠为户部尚书。癸亥，以苏陵为闽浙总督，协变大学士。甲子，调庆陵为福州将军，福昌为江宁将军。戊辰，许直沈道元密折上奏。PG 429。庚午，解景安任，以倭石部为湖广总督，吴雄光为河南巡抚。丙子，俄勒登堡奏剿灭教匪萧战国、张长亘、尚嘉之、与二等。南续蒋皮将朱舍斗、杨玉春等。戊寅，定侍卫军政。壬午，追赠皇四兄吕端郡王勇为亲王，皇七兄道敏皇子勇从为哲亲王，皇十二兄勇基为贝勒。癸未，勒堡奏剿灭教匪冷天禄的旨，旬日之内连检三囚，身为可嘉。俄勒登堡进一等南免河南被匪之邓州二十州县新旧而复。甘肃布政使广后奏剿避贼目张世龙。夏四月己丑朔，清天间炎四月朔日，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上曰：禅度偶逢，兵戈未袭，何足言锐？与引状图给侍中。准回及养亲。丙申，宫上大行皇帝尊谥，李晨颁诏谭恩。丁酉，免陕西被贼之孝义等三十五州县新旧而复。己亥，免四川被贼之奉节等三十六州县新旧而复。辛酉，诏尊凤凰考敕。旨，于庚申，辛酉举乡会恩科。癸丑，赐姚文田等二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以庆臣为成都将军。五月戊午朔，停本年秋爵。甲子，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为新旧而复。庚午，江南霸，以出彭林为云南巡抚。庚辰，以傅森为兵部尚书，阿迪斯为左都御史。辛巳，克秦郡。王恒景以部警萧爵。甲申，以董诰为大学士。丁亥，敕废淳访。何贪利，诏免伯德尔格回民增金钱及葡萄折价。六月己丑，增设步军统领左右一总兵官。庚寅，诏曰：朕闻湖北随州未被贼扰，因名人掘沟垒山，足资汉玉民间村堡，尽可照办。乐宝、松云、吴雄光及小玉百姓知之。新茂、吴雄光、吴天请家珍和公接料运费银的指身赤下部一处。根须续陕西镇王总兵官宝兴等事职。秋七月辛酉，调山西兵三千赴湖北，盛京兵两千，俄勒亨俄统之，赴四川剿贼。癸亥，勒堡奏获贼首包正红与朱舍斗。PG 430。其都尉世职。壬申，
今略乐宝以玩物，君勿夺直逮问，以明亮为。今略奎伦为四川总督。乙亥，萧景安伯爵遣戍伊犁、免甘。素被贼陇西等48州县新旧而复。辛巳，停中秋节贡。八月己丑，复郡免，以辛奎为乌鲁木齐都统。壬辰，调胜。精兵2000，吉林、黑龙江兵各1000，赴湖北剿贼。癸巳，以长林为云贵总督。乙未，乐宝奏得人太升擒贼木工文玉，给其都尉世职。癸卯，罢明亮经略，命俄勒登堡以都统衔为经略。乙巳，命修撰赵文凯、中书李鼎元册封琉球国王上温。己酉，请陈永保以督军不利逮问，命纳彦臣往陕西督办。癸丑，编修洪亮及致书陈亲王思论国政，遣戍伊犁。九月丙辰朔，叙政王贵州副将孙大猷世职。丙寅，宜亲王永郎薨。庚午，大行子宫发引，上宫送启鸾。庚午，葬高宗淳皇帝于玉林。癸酉，还京。甲戌，高宗淳皇帝孝贤淳皇后孝仪淳皇后身赴太庙，颁诏弹恩。辛巳，故湖广总督毕沅作烂，用军需消世职，夺印官。壬午，明亮以剿贼不利罢参赞，持都统与副都统剿贼。冬十月壬辰，调朱圭为户部尚书，刘全之为吏部尚书，范建中为左都御史。丁酉，明亮奏获贼首张汉朝湖北道元胡齐伦以清道前梁处斩。壬寅，德仁泰奏获贼首高君德、高尔与德仁泰二等男。丁未，陈亲王永兴免职军机处，命傅森仁为军机大臣。辛亥，命廷臣保举贤良仁子乐宝论斩，解京监后。十一月甲子，顾超勇攻海兰察子宫安陆于四川剿贼阵亡。赵优续之，名其子恩特赫莫扎拉芬袭超勇攻。癸酉，免职吏。积年不复。戊寅，新诏庆臣以带兵不利遣戍，赏俄勒登堡银10000两，德仁泰银5000两。庚辰，冬至，四天于环丘，奉高宗淳皇帝配享，颁诏弹恩。十二月壬辰，漕运总督蒋兆奎以律请加赴济运罢叙阵亡。PG 431。副将丁有成、德亮等世职。甲午，福宁以杀将报捷，景安以纵贼殃民，据尺直逮问。丙申，俄勒登堡奏获教匪王登廷。辛丑，江胜奏获湖南苗匪吴承寿的指加奖，加太子少保。壬子，侠祭太庙。是岁，免河南、湖北被兵67州县新旧而复，征兵经过直隶、河南、湖北田赋，又除江苏、湖北各一县滩田而复，及零三姓、黑龙江、云南石平州灾赋，普免天下积年不复。朝鲜暹罗入贡。五五庚申春正月甲寅朔，
上叶林。丙辰，意欲临行出奇迹。李根深，上海经。命俄勒登堡搅拌陕西剿匪，得伦泰、奎伦。搅拌四川剿匪。辛酉，以松云为伊犁将军，人留陕西剿贼。调长林为陕甘总督，以玉德为闽浙总督，阮元为江苏巡抚。壬戌，赵清查库款，从容弥补，勿以严急而治累民。金氏松促，以张若廷为兵部尚书。辛未，其古于上帝，奉高宗纯皇帝配享。解倭时不任，以江胜为湖广总督，移松云剿湖北贼。戊寅，以景义为黑龙江将军。二月丁亥，命纳彦臣参赞甘肃军务。辛卯，以汪承沛为左都御史。癸巳，敕新疆驻乾隆前。壬寅，续四川镇王副将官廉升等事职。丁未，追论纵贼诸臣秦承恩，以绵树伊犁。庚戌，与告大学士蔡兴卒。三月庚申，上叶林。辛酉，解七十五任，逮金治罪。甲子，清明节，上行夫土礼。乙丑，阿迪斯以佣兵玩物逮问齐乐宝护成都将军。丁卯，上信南苑。德伦泰奏捷剿渡江剿匪，获匪首染天元，进三等子。壬申，上叶西陵。乙亥，还京。辛巳，真陆贤良祠大臣后裔。以纵贼渡嘉陵江，复过同河，夺奎伦职。逮问以乐宝属四川总督，起明亮兰陵侍卫从军。下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已有阿迪斯遣戍伊犁，以得 PG 432。伦泰为成都将军。庚子，云南裸夷平家书林太子太保。闰四月甲寅，命刑部查酒禁官犯及禁锢子孙与酒数者宽减之。丙午，上不蹈其语。乙卯，是洪亮及回籍。丙辰，是安南人李屌等于狱，安置火器营，给月系。是日，与丙寅，续四川镇王提督达三太世职。戊辰，以纳彦臣不任荣务，罢职军机。处召回京。五月壬戌朔，下至四的余方泽，奉高宗纯皇帝配享。己丑，经略俄勒登堡以搅拌匪幕刘允恭等功，进三等子。丙午，纳彦臣到京，奏对吴状，降为翰林院侍讲。六月壬戌，俄勒登堡奏获贼首杨开甲。丁卯，以张若廷为刑部尚书，汪承沛为兵部尚书，冯光雄为左都御史。甲戌，赐奎伦自尽，庶其子扎拉分于伊犁。秋七月辛卯，命右翼总兵长林统吉林、黑龙江兵赴湖北协剿剿匪。郎干奏青苗杨文泰作乱，剿平之。马会欲奏获传教首范刘之邪，解金诛之。丙申，礼部尚书得名卒，以达春为礼部尚书。己酉，俄勒登堡奏获贼幕陈杰。八月丙辰，故原提督王文雄剿贼阵亡，与三等子。
九月壬午，上夜东陵。戊子，还金。丁未，续四川镇王府。江李希命世职。冬十月戊辰，胡济唐促，以江胜为直隶总督，舒林为湖广总督，郎干为云贵总督。十一月已酉，瑞亲王纯隐薨。己亥，续镇王革职将军傅臣等世职。十二月甲寅，陕西剿匪徐天德窜湖北，湖北剿匪冉学胜窜陕西，降泽德仁泰、乐宝等。丁巳，德仁泰奏获剿匪杨开地等。丙子，辖祭太庙。是岁，免顺天、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七十州县。PG 433。灾赋及兵差经过，滩田鹅赋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六年辛酉春正月壬午，以傅森为户部尚书，民安为部军统领。辛卯，遣少卿窝辛阿求行检靠俄勒登堡，德仁泰军。丁酉，德仁泰以角山羊教匪公傅毅等子。甲辰，德仁泰奏获贼首高二王如。乙巳，乐宝奏获黄蓝白三号贼木徐万富等。二月乙卯，乐宝奏获贼首王世虎。丙辰，舒林奏明亮获贼木宝兴昂。戊午，赐贤良后裔尚书魏相书六世孙玉尚书杨明时曾孙景岑巡抚徐世林孙从续举人。戊辰，上叶林行夫土李人生上海经改湖广提督为湖南提督，至湖北提督，驻襄阳。改襄阳镇总兵为云阳镇总兵。癸酉，复森卒，以陈德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乙亥，俄勒登堡奏获贼首王廷照。三月庚辰，照被贼裹挟匪徒多系良民，凡投出者悉逮其死。军前大臣仰体正义，广为宣示，务使周之。续镇王总兵多尔济扎布、李少祖等世职。丁酉，赐贤良后裔大学士李光。第四世孙为汉尚书汤宾四世孙念曾举人，巡抚傅弘烈六世孙县城真龙知县。己亥，诏镇江叶林春苗生阳发，令大臣监护民田，勿许践踏禾苗。续江西市民协剿剿匪刘连登功，改江西宁州为益宁州。辛丑，上叶林。乙巳，行事府里。下四月丁未朔，上海经。己未，以四川名人舒资及公免遂宁等八十六州县明年额赋。辛酉，册立皇后钮祜禄氏人。戌，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舒林促以吴雄光为湖广总督。德仁泰奏获贼首张允寿。丙寅，以获王廷照、高二、马吴公、晋俄勒登堡二等子杨玉春其都尉。戊辰，以两广总督吉庆协办大学士。辛未，赐顾高等275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己卯，赐贤良后裔大学士王熙曾孙元宏举人。甲申，上祭文昌庙，使命列入四典。已有
续四川镇王总兵朱舍斗士提督与侍职。丙戌，命总兵官轮班人进奉天府城市学政。 PG 434。 三年更任乙巳，以俄勒登堡为礼藩院尚书。六月壬子，大雨，永定和决分遣清源府续备水灾民，以水灾亭本年秋显，江胜勉发永定和效力，启程大文署直隶总督。丙辰，赋予西安将军恒瑞卒。辛未，上部导设祭坛祈晴。是日，晴。乐宝奏东乡亲，蓝浩匪悉数兼除。七月庚辰，特发在京兵丁口粮一月。甲申，命纳彦宝、八宁阿修筑永定河宫。乐宝奏获匪牧徐天寿、王登高、戊戌镇热河水灾。八月丁巳，俄勒登堡奏获匪首王世虎、冉天嗣。乐宝奏七十五获贼牧刘清选、汤布武等。甲子，乐宝奏获贼首冉学胜等封三等男。九月己丑，续修大清会典。冬十月丙午，永定和合龙。癸丑，俄勒登堡奏获贼首新斗德伦泰奏毙贼首龙少周。癸亥，赵真续川陕军牢进俄勒登堡三等伯，德伦泰二等伯，赛冲阿奇都尉，温春云其位。十一月甲申，贵州巡抚伊桑阿以交毒妻往赐死。癸巳，诏曰：军务即日告产，安插乡勇为善后要事，其通筹详议以闻。以为俄勒登堡奏获贼首高见其戊戌，七十五以纵贼夺之逮问。己亥，升四川达州为绥定府，太平营为太平协。十二月癸卯朔，庆臣奏获苟文明古废。丁未，诏曰：前凤凰考特旨，查考本朝训诫诸臣未得世职者，业经查出一百四十余员，不计恩其未世职。资又续查得九百九十余员，开丹臣览军系抗节效忠之臣，其子孙聚集给予恩其未世职之给奉享。除投标当差外，有缘应试者，准作文武生员一体应试。癸亥，诏蒋刘清特授四川建昌道人生俄勒登堡奏搅拌通江贼匪，必匪牧狗朝鲜。辛未，侠祭太庙。是岁，免直隶、山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甘肃等。PG 435。省231州县为俄附有差。朝鲜，暹罗入贡。七年壬戌春正月癸酉朔，上谒玉林，行三旗祭礼。次所过，平民棉衣。甲戌，定计设祭坛用上物。戊寅，上还京。壬午，以松云为伊犁将军。甲午，俄勒登堡奏获首逆新聪与党西平。吴雄光奏获匪首张允寿子的贵扑灭蓝号贼骨。民安以贪渎耻直遣戍伊犁，以陆康为步军统领，解刑部尚书。俄勒登堡以书房苟文明篡渡汉江，将男爵庚子，
上谕金言。二月癸卯，以苟文明窜南山老林，敕领兵大臣独角地方官严密查拿，勿令蔓延。丁未，是殿先师孔子。壬戌，忧叙政。王副将韩自昌与其弟副将韩家业，敕地方官为建双列祠，赐其母银300两。丙寅，俄勒登堡奏刘清获贼首李冰，新闻加案查使咸花陵。三月癸酉，勒堡奏获贼首张天伦、魏学圣、陈国珠。丁丑，德伦泰奏获匪首宫其尧、李世汉、李国珍与党西平。壬午，上夜泰陵。庚寅，还京。壬辰，陈德簇以陆康为户部尚书。夏四月戊申，以严简为直隶总督。乙丑，赐吴廷琛等248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卯，庆臣奏获贼首魏鸿生、张喜、白雍。五月己卯，瑞亲王保恩薨。郎干奏获裸匪首逆腊者部人。五乐宝奏获匪首妥向尧、徐天培、张思从。甲午，庆臣奏搜捕于匪，获康二麻、张昌元、加太子太保。六月己酉，德伦泰奏教匪凡人杰溺水死，扶其妻奴于匪监禁，禁封三等侯。甲寅，命刘全之、德英为军机大臣。乙卯，达春卒，以长林为礼部尚书，命保宁管理兵部。以陆康、公阿拉为汉军都统。秋七月辛未，乐宝奏剿奸黄、白、青、蓝四号贼匪，进一等南。庚辰，陕西贡生和太调陈处奢重简，挽回风气的至可。PG 436。采赏大段二匹。甲申，大学士王杰致仕，加太子太傅，在籍石凤。戊子，上秋显木兰。癸巳，诏曰：广东博罗奸犯越狱一案，经正珠狱查询，始据该督府据实呈奏，则天下视之不发，觉者多矣。书刊感叹，更深领味。除分别惩治外，尚其大法小。连用复邓旭官方致意，以辛魁为西安将军，明亮为乌鲁木齐都统。甲午，俄勒登堡奏获逆首苟文明欲是盗木兰，便闻结因教匪起事诸犯，止于此贼，今既受首，不难肃清。俄勒登堡敬一等伯杨玉春以下各忧与续赖张若廷促，以熊梅为刑部尚书，转汪陈佩为左都御史，代瞿亨为兵部尚书。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诏曰：月朔日食，月望月食，天象示景，今替时生。正宫有阙失于脚步歇匪，余孽未尽。其应尽以兵威，或敌以德化于正事有不便于民者，或易实行之，日久则资流弊于其各党言无隐。至月时修行，为当于民法斥罚，力求祥圣，所当与内外诸臣交免焉。以诸归协办大学士。癸卯，以基臣志为东河河道总督，
以刘清为四川按察使，以卯上行为越南农奈阮福印律属内附脚前翻赤印诏，许其入贡。辛酉，德仁太奏获贼首蒲天宝。九月庚辰，上回銮戊子，上夜陵。辛卯，还金丙申，吴雄光奏毕黄浩匪首唐明晚。冬十月己酉，杭州将军洪丰簇以张承勋为杭州将军。壬子，乐宝奏获白号贼首张俭，蓝号贼首汤思娇。丁巳，德仁太奏毕贼首戴嗣，获贼穆兆建。十一月戊辰朔，德仁太奏获贼首陈传学。庚午，诏以吉庆办理赴罗会匪，奏报不实，免协办大学士，命纳彦臣查办。寻解总督赤胡图李树礼。丙戌，俄勒登堡奏获贼首景英、晋三等侯。十二月戊戌朔，安徽宿州盗匪作乱，费纯等讨平之。癸丑 ，PG 437，召俄勒登堡、德仁泰、乐宝、惠林、吴雄光会报川、陕、楚教匪荡平，封俄勒登堡、德仁泰一等侯，乐宝一等伯，明亮一等。南塞冲阿、杨玉春以次封赖，并推恩臣亲王永兴等军机大陈庆贵、董告等。乙丑，侠祭太庙。是岁，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省56州县灾赋，除江苏、福建、山东十县为滩田而赋。朝鲜入贡。八年癸亥春正月庚午，以倭石部为两广总督。丁丑，命一李广开明田。张成基以剿办一宁州土匪陈奏不实，论剿，已有赐平民棉衣。甲午，上谕金言。二月己未，上夜东陵。闰二月戊寅，上还住圆明园。已有还宫入顺贞门，兼人臣得突出犯驾。定亲王绵恩、俄富拉旺多尔济及丹巴多尔济等秦获之，交廷臣言居蒋赖绵恩等有差。丁亥，四仙农上清耕借田。己丑，诏曰：臣德之士，视如智犬，不必穷居。所残惧者，德化未昭，是有此景欲之事耳。即按律定你。是日，陈德及其二子伏诛，与告大学士王杰毕辞，赐玉鸠杖、玉书诗章，持意回籍。庚寅，延伸门禁。三月丙申，御史翰林、贾臣、甘肃提督穆克登部以剿捕鱼匪阵亡。赠二等男续湖北镇王总兵王茂赏等世职。庚申，黄后行宫丧礼。四月丙戌，上其与丁亥与五月以位建宗室，爵罗住房。癸丑，以傅俊为吉林将军。六月戊子，尚书彭元瑞起修允之任总裁高宗实录，以费纯为兵部尚书，陈大文为两江总督。己丑，封阮福印为越南国王。秋七月乙巳，以纳彦臣为礼部尚书。丁未，以三省于匪肃清、
优叙俄勒登堡，德伦太极军机大臣。人生上寻信木兰。PG 438。八月壬午，调傅俊为盛京将军，以停止行为回銮。辛卯，上海经。九月戊申，致仕尚书、前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卒。冬十月壬申，郎干奏获首犯横栅纲，喜诉匪平。癸未，葬。孝淑皇后于山陵。十一月戊戌，朱圭等请魔镜一庭明代碑文，上不许。十二月己丑，侠祭太庙。是岁，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418州县为灾赋不复有差。朝鲜、越南入贡。九年甲子春正月丁未，调辛奎为宁夏将军，赛冲阿为西安将军。二月壬戌，上谕金言。癸亥，上临信翰林院，赐宴，赋帛。量体诗。戊子，上谒东陵。三月壬辰，姓盘山。壬寅，亦名陵，尊九长陵。甲辰，上还京。夏四月己巳，上谒建瑞迎宾。丙子，赵姬臣至来京，以徐端蜀河东河道总督。五月甲午，上齐与黑龙潭。丁酉，与丁未，铁宝奏敬八，其诗134卷，赐名西朝雅颂集。六月壬戌，玉德等奏海盗蔡牵扰及鹿耳门，突入善大寨的旨，追擒误获。误臣以陆康协办大学士，明亮为工部尚书，长林为刑部尚书，费纯为吏部尚书。德英霸职军机处，以纳宴。臣英和为军机大臣。乙亥，会临卒，以纳宴臣为陕甘总督。续补海盗阵亡总兵胡振生，赠提督与侍职，录用其子。秋七月丙午，上寻信木兰。庚子，出彭陵以乌参吴雄光尺。直癸丑，以岁周三加甲，停本年绝囚。PG 439。八月己未，清查湖北滥支军需，追伐福康安、何林之子病。毕渊等。丁丑，上回栾叶林。九月庚寅，上信南院行为。辛卯，以搜捕三省于匪进境。真叙俄勒登堡以次有差。甲午，上还京。冬十月癸酉，广西五原知县孙廷彪逆伤纵凶，特指触角。聂司公冠遣戍乌鲁木齐。己卯，上谕敦叙殿，赐宴宗室诸王。十一月戊申，调纳宴臣为两广总督，倭石部为陕甘总督。十二月丁卯，调徐端为江南河道总督。庚辰，大学士刘墉。卒，甲申，侠祭太庙。是岁，免直隶、湖北、四川等省21州县灾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十年乙丑春正月乙未，与告大学士王杰因赐授来京卒，忧赵旭赠。辛亥，以朱圭为大学士，纪云协办大学士，以铁宝为两江总督。召内务府大臣严刑约束内奸，缉其出入，转入公使者为令。二月己未，
上谕金言。己巳，李亲王永恩薨，子昭连袭。协办大学士纪云簇，调刘权之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三月己丑，上信南院行为。己亥，上谒泰陵。丙午，回銮。月建瑞迎宾。戊申，上海津。以弘康为广州将军。夏四月辛巳，御史蔡为御书请查禁西洋人客书传教的旨，一体查禁。戊寅，赐彭俊等243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甲申朔，召内务府大臣管理西洋堂，未能延切稽查，任令传教，下部议处。其经卷检查销毁，其教之同兰等罪之。戊申，追叙薛平教匪清野公、加乐宝太子太保、明亮义等子。六月庚申，严检以失察窥躺处免，调吴雄光为直隶总督，百灵为湖广总督。丁丑，永定和爵。闰六月癸未，刘权之免，以费纯协办大学士，秦承恩为左。PG 440。都御史。戊戌，永定和合隆。乙巳，以清安泰为浙江巡抚。秋七月壬辰，上议圣经叶灵起銮。八月丙戌，上祭北镇庙。乙未，上谒永陵。丙申，行大饷。李月吉林官兵舍。庚子，上谒福陵，行大饷礼。辛丑，上谒昭陵，行大饷礼。灵殿客秦郡王岳托、武勋王杨古立、弘义公、俄义都、执义公费英东牧。上铸毕圣经，亦宝册前行礼。甲辰，一天坛、地坛行礼。乙巳，上谕崇政殿受贺。御前大臣三等。公俄乐登宝簇，见辞京师。以庆臣为成都将军。丙午，上谕大政殿，赐护从王大臣及朝鲜陪臣宴。御制圣经送八章，赐朝鲜国王李松御书匾额。戊申，上回銮。九月己巳，上谒东陵。壬申，还京。丙子，灵殿俄勒登堡。冬十月甲午，命代军元持赴南河勘宫。丙申，因吉利国王入贡，赐敕并文启。辛丑，纳宴臣免，调吴雄光为两广总督。求行检署直隶总督。癸卯，以赛冲阿为广州将军。十一月丙辰，百灵免，以全保为湖广总督。己未，以庆浦为湖北提督。十二月丁未，辖祭太庙。是岁，免直隶、山西、陕西等省34州县灾赋及两淮石。一场俄客有差。会计天下民数33,218,1400。三民口古数2941,999,197升三合二。韶。朝鲜因吉利入贡。十一年丙寅春正月壬子，海盗蔡牵县凤山县，命欲得搅拌。调广州将军赛冲阿驰往督办。丙子，纳宴臣已在蜀演戏，滥收海盗，夺职数一厘。二月癸未，上谕金言。辛卯，上谒东陵。甲辰，上信南院。
行为。戊申，还京。三月己丑，台湾总兵爱新泰克赴凤山县与世职。PG 441。夏四月辛卯，上月建瑞迎宾。癸巳，李亨特免，以吴景为河东河道总督。丙申，续编黄钦文引。五月丙寅，欲得霸，以阿灵宝为闽浙总督。六月戊寅，调江胜为工部尚书，秦承恩为刑部尚书。庚辰，庆臣以奏对失时削职，戍黑龙江，以特钦额为成都将军。庚寅，以代军员为江南河道总督，徐端为副总和。庚子，命德仁太管李兵部。秋七月癸亥，宁陕镇新兵陈冯顺纠党枪官，县阳县扰及宁羌，命德仁太统巴图鲁侍卫，所伦兵剿之。丁卯，上旬幸募兰。八月庚寅，上行为甲辰，李长庚奏剿奸蔡迁匪党多名，蔡迁义。九月乙巳，发巴图鲁侍卫、索伦等兵赴陕西。癸丑，论职。吏师查清躺案，严检数乌鲁木齐将江胜、陈大文、熊梅四品。金堂，起初彭林为安徽巡抚。庚申，起刘全之为左都御史。癸亥，上还京。冬十月丁丑，德仁太奏剿平阳县叛兵。甲申，以全保为陕。